这个时间呢，是整个创造了这个世界应该最快的一种交互对接的一个技术。那么这一技术的突破呢，对于提升我们空间站的交互对接的水平，提升空间站任务应急物资补给的一个具有重要的意义。 Bee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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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ep.